看我们最新期的视频。今天小编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当年娶了泰国人妖的中国富豪李静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呢？随小编一起来看看吧。只要一提起泰国，人们脑子中首先想到的就是人妖。人妖在泰国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工作，这些男孩子从小就要注射激素，多数是穷人家的孩子才会选择这种工作。但是作为人妖，还是会有人对他们存在歧视的。泰国的人妖以美丽而闻名，他们个个身材丰满，个头高挑，最重要的是长得非常好看，甚至比一些正常女性还要漂亮。我国就有一位富豪爱上了一名人妖，并且正式结为夫妻，据说他们生活得非常幸福。这位富豪叫做豹哥，带我们讲述了他的婚后生活。他的妻子名叫 Lisa， 长相非常的甜美，让人看了有一种我见犹怜的感觉，并且还在泰国人妖选美大赛中获得过冠军，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非常的红。豹哥对他一见钟情，根据豹哥的介绍，他的妻子非常的心灵手巧，还会为芭比娃娃亲手缝制衣服。在他们居住的别墅中，还有一个让许多女生都非常羡慕的衣帽间，里面挂满了妻子的衣服。丈夫比妻子大十几岁，但可以说他们的生活非常甜蜜。豹哥不希望大家用有色眼镜来看妻子，因为他也只是和普通人一样，有着喜怒哀乐，并不像外面的那些传言一样。他们会定期到医院去检查身体，并且定期服用激素，除了不能生孩子之外，其他都非常完美。好了，今天视频讲解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